我相信今天在场的各位应该都是所谓的成功人士，我想知道你们当中会有多少人为了今天成功的人生背叛过自己的爱情。我就是其中一个，是我离开了他。而在我们分别之前，我们将一瓶酒沉入了海底。我们相互约定，除非找到他，否则这辈子我们再也不见。可是我想你们都知道，在海里面找一瓶酒无异于刻舟求剑。我沉迷过，可是今天我回来了，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这瓶酒。这次带来中国的蓝渡，每一箱酒都来自大西洋的海底，而大海是孕育它成熟的酒窖。记忆赋予了它爱情。一心